小贝贝的针织上衣，你听到小贝贝还不掏钱出来？对呀、啊，我听到小贝贝，我直接钱就放在桌上。米白色花卡信，然后这是绿色，再来还有一个咖色，这四个颜色都是超秋天的色，对，超美的雾感咖色系。老板说他推推，我也推耶，我也推。触感超好，触感超好，超级软弹，你们看。睡觉的贝贝材质，它是非常滑料亲肤，然后弹性超级好的小贝贝材质。它的那个领口是做 V 领，然后像刚刚边边讲的，它不是纯 V 领，它在你 V 领的收边帮你做了坑条压纹。重点是它的 V 是超级修饰你的上胸跟你整个脸型，它做了一个开 V 刚刚好，不会露胸，它完全不紧贴。你看，哇塞，真的是有够弹性。我自己是很喜欢它的设计，而且它下摆做这个螺纹是你不用一定要扎，放出来它会有个自然的蓬度，对，所以它就可以遮住你一半的屁股，修饰度也很好。